各位进到简报第41页的话，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蜂鸣器哈。那蜂鸣器的话，其实有分两种，一种就是无缘呢，接起不缘呢，有缘跟无缘啊哈。那么你可以从两个地方稍微做个判断，我给你看一下，刚刚大家拿到的是一颗圆圆的这个，对不对？那这个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它两只脚，刚刚我们 LED 灯不是有一只长脚跟短脚吗？请问这个有没有分？有没有两个看起来都一样长？所以这个叫做无缘的，哎，无缘的蜂鸣器。那我旁边这一个，这个就是有缘的，大的。那一般有缘的，它就是只有，就是接了电就会发出声音，所以通常是拿来做什么？警报器用的。啊，有人入侵，哔通电，有没有？你们家有没有？或者是那个公司啊，有些那个门窗不是有那个磁簧开关的嘛，有没有？一拉开就这样，没有解除警报就会哔，整个都响了。好，那一种。那无缘的呢，它就可以透过一些电压的一个控制去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我们要的是它有不同的声音嘛。那你们在家里面不是都有用过一个东西吗？我看一下这里，家里面有没有用过这个？有没有用过计时器？计时器会不会叫？不会叫就丢掉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家不会叫的，我就会把它打开来嘛。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个蜂鸣器？所以其实很多就是生活里面都有用到，只是我们没有把它拆开来。好，所以像这个就有。好，那我们呢就可以试看看哦。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就可以试。那另外一个判断的方式，你可以看它浇灌的方式哦，在我们简报42页那里，如果它里面是用那点么嘎一块的，好不好？那一种的通常都是有缘的。那你现在看我们的这一个，有没有发现？你可以看到绿色的那个电路板，你翻过来看后面，不是有看到绿色电路板吗？那个就是无缘的，还能了解哈。所以你也可以从这里稍微判断一下，这样你就知道你大致上拿到的是什么样的那个蜂鸣器。那么有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试看看。不过待会你要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 Web Duino 这个蜂鸣器它在接的时候不能接在05以下的脚位，05可以接，但是04、00、02有没有？你接上去就没有用哦。这个是它本身就是开发版的限制哦，所以等于说这个就必须要遵循一下，不然你接到那边就是用眼睛看而已，没有作用。好，那这里有一个呢，是那个志凡老师教我的，就是我们上面除了那个有数字的，不是还有一个 TS 跟 RS 吗？有没有在左边的上面两个？其实那个也有作用。那如果你用 RS 其实也可以，只是那积木上要接到03，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脚位都不够用的，我会从那边借来用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老师的老师底下哎，在那边哈。那因为呢我们这个没有分正负极嘛，就是他们两个都一样长，对不对？所以你刚刚不是有拿到公跟母的吗？那个杜邦线，所以你怎么接都随便你啊，就没有像我们刚刚说哎，那个 LED 灯正极就要接正极，负极要接负极。好，那我们呢通常我比较不建议各位一开始就把它接在这个面包板上面，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这样用，你就直接插下去的话，通常不是断手就断脚，因为这个上面那个脚很容易被大家就扭断了，所以我就不让各位直接插上面。好，你就直接用我们那个公母的线，是不是直接放上去就刚刚好了？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用公母的线找两条，把它怎么样插进来，没有分正负极。好，现在这样我们是不是插上来了？有没有像这样子？对不对？好， OK。 那另外一端，因为我们现在05是被 LED 灯用走了，所以你要拔下来吗？不用拔也没关系啊，你如果觉得一定要接上去的话也是 OK 齁。好，来，那如果你要同时接上去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接在 RS 好不好？我们刚刚讲这个开发板上面不是有一个叫 RS 吗？
是不是有看到？对不对？我接在那里好了，好不好？对，我接在 RS 这里哦，有这样有看到吗？哦，这样你们看不到，好，来换边，这样看得到吗？跟我换边，对对对对，在这里，有没有 RS？ 哎，这里，对不对？我就把它接到 RS 上面。05我们还是留给那个 LED 灯啊，这里这样看得到吗？可以齁。那你那个蜂鸣器哪一只脚接 RS 都没关系。那么这里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哇，我的 GND 有没有被占走了？刚 LED 灯不是被占走 GND 吗？怎么办？面包板，对不对？所以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刚刚 GND 我的是黄色这一条，因为它是不是接到上面这里来，所以这一排有没有都有 GND 的功能？这一整排是不是都有 GND 的功能？你只要把蜂鸣器的那一只脚接到这个这一排任一只都可以插下去就好了，这样子就 OK 了。所以 你先确认一下，好，先确认一下，一个接到 RS， 一个接到 GND 的面包板，好，那一列上面。老师，那个这蜂鸣器上面有加号是阳极的。其实那个没有差。对对，因为我们那个是没有分正负极的。它，我在想，有可能是因为它跟那个有缘无缘都是用同一个那个塑胶，所以它就是没有特别在改这样子。我们先让它能够发出声音。好，所以你进到简报45页之后，我们没关系，用刚刚完成的哈，一样用这个，可以吗？用这个来试就好了嘛，对不对？还是你要再重写一次？不用了，不用了哈，我们就用刚刚你所完成的、辛苦完成的，我们马上来继续做下去。但是呢，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做法一样，你现在就增加一个新的装置，所以要不要告诉他你插在哪个脚位？要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有多一个东西出来？所以来找左手边，请问你觉得蜂鸣器是在哪一个类别里面？啊，声音侦测。没有，它没有声音声音侦测。输入输出，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蜂鸣器？因为它只是发出声音嘛，它不会说因为你这个侦测到什么，它也没有做侦测，它只是单纯发出声音，就是输入跟输出而已。好，点到它。有没有第一颗都是紫色的？所以你把它拿出来，把第一颗拿出来，接接接接在。通常我们都比较建议，就是脚位的设定最好都在最上面了。哦，就是最上面。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RS 是多少？是不是三？对，所以你请你把脚位设成三，告诉他他有一个蜂鸣器，那我接在脚位三这个地方。好，有了这个之后。我们还要告诉他一件事，我要怎么发出声音呢？对不对？现在只是告诉他我接好而已。那一样的，都在这个蜂鸣器的类别里面，有没有看到第二颗用发热去播放什么内容？下面有音符，但是呢，你一定要先有这个积木，才可以把音符丢到它里面来。好，你看我们刚刚在蜂鸣器里面的第二颗是不是这个？你再把第二颗拿出来。好，我就先接在这边了哈，就是先不要设定在那个按钮里面，我就直接接在上面。所以等一下我们插电之后执行，它就先播一段音乐出来，这样有没有问题？你把刚刚丢了这个，对不对？再加第二个。好，你要播什么声音呢？有几种方式，它可以一个音符一个音符慢慢打，那也可以像这样，有没有打一串的？也可以怎么样，它里面有内建的几首歌让你用，所以你先用内建的歌好吧，就在下面这边啊，音乐我就把它拿出来丢进来，这样就写好了。现在各位插电吧，可以把你的电插上去咯。好，我们就执行看看。这样歌有听到了吧？好，我的
那我刚刚讲每一个声音都不一样哦，有的比较大声，有的比较小声。请问蜂鸣器可不可以调大小声？很抱歉，不行。所以他们如果拿来做那个计时器的那一种哦，就是有挑过的，这样就是比较大声一点哦，品质会比较好。这样了解了吗？像不像那个，就是以前那个玩具里面那一种？好，所以它就是像单音的。那因为我们东西蜂鸣器这么小，所以其实它基本上是没什么低音的部分，哦，没有太多低音的部分这样子。有没有大家都有听到声音的？有吗？既然大家都有感觉了，我们先来看看到底可以玩什么，对不对？我们刚刚提过它有那个预设的音乐，好，我先讲一下好了。除了预设音乐，我们也可以一个音符一个音符来嘛。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它这里，你看这边，这里不是有音符吗？那我问一下各位，前面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ABC 是不是代表 Do Re Mi Fa Sol La Si？ 好，我先把这个丢出来好了，好，先丢这样子。你来看一下 C，这是哆，升哆 ，CS 就是升半音，好，然后 D 是 Re， 升 Re， 咪发是半音，还有其都是半音嘛，所以就直接跳，就是钢琴上的黑键白键。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后面不是有这个吗？一二三四吗？这个代表就是钢琴键盘上的什么那个音阶的高低。来，用这样讲你可能比较难理解。那 Webduino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在就是标准的，就是我们那个体验版还有那个云端版，你按滑鼠右键，它会根据你的那个积木的类型不同会有一些小工具，可是这个模拟器就没有。好，来你看一下，我现在在这个8的是不是蜂鸣器的，我按滑鼠的右边，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叫做小工具？哎，它可以辅助你比较快的产生音乐。好，点进来，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键盘？这就是钢琴的那个键盘。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C 后面的那个1234就是什么？一就是这个比较低音的，有没有这样一个钢琴的八度？这个就是第二个八度，第三个八度，这样有了解了吧？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比较高音的，它总共有哎，好像七个还八个，好，所以呢，你越往右边的，它的音会越高。但是我刚强调我们的蜂鸣器有没有什么低音？没有，对不对？所以原则上你应该是四、五、六、七这几个才听得到。如果你用一二三，基本上只会嘣嘣嘣嘣，甚至连声音都没有。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所以如果你在这里，你想要有听得到，有没有一二三四六七？好，我大部分都会用五六七啦。好，假设用六，那我就会有第六个音阶的哆。那至于说你有了这个之后，哎，这个又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是什么速度？但是这个是分母。各位还记不记得以前你玩过一个东西？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有说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请问哪一个速度比较快？八分音符是比较短，所以你知道这个代表是分母吗？八分之一、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一分之一，这样清楚了。所以你选的数字越大，代表它的声音越短，这样了解它的概念了哈。所以你可以像这样一个音符一个音符把它放进去，好，这是一种方法。那当然你的音符多的时候，这样就有点积木有点多，所以呢它有一个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这一种的这一种方式呢，你看一下有没有都串在一起哦。 C6 那你就知道这是哆第六个音阶，逗点第二个音阶。那么下面这个节奏如果你是通通都是八分音符，就写一个八就好了。可是如果你中间有不一样的，那你就要乖乖来啦，逗点四分音符，逗点八分音符，这样了解吗？上面几个就几个，这里就不能偷懒。好，所以这样也可以。那
既然大家了解这个概念，我们就先让大家看一下我有没有认真玩。可以齁，好好好，我有模拟器的版本，来，你进到简报46页，简报的46页就会看到，有没有找到的？你看像我们那个救护车，哆咪哆咪哆嗦哆嗦那咪那咪，哇，啊，校园钟声也是可以呀、啊，所以我从这边点进来给大家看一下喽。好，这个是模拟器的版本，所以我进来之后，我也把我的模拟器有没有一颗喇叭？有哦，所以你回家可以玩哦，不要说不能玩哦。好，那我就 play， 哎呦，已经有人帮我按了，哎，还不赶快去开门，还在等，这不是门铃的声音吗？对不？你看生活里面有没有用到？有，来，我们看一下门铃到底是哪一个声音？啊？有没有咪哆咪哆？对不对？只是我用什么？因为咪比较长，所以我有没有二分音符？再来，哎，没有，咪比较短，对对对，哆比较长嘛，拉长。哎，够灵够灵，香槟啊香槟啊，救护车来啊，哇！这样你知道我在家里面都在玩什么吧？而且你用这个玩比较好玩，比较大声。哎，但是这里我要让各位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要两次，我要三次，要怎么办？你丢两次丢三次是一种方法，可是我们如果写程式，可不可以用重复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这边，哎，各位，救护车来过了，不要再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我有用一个积木叫做重复，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在这里显示完播完这个，我等待4秒钟，因为叮咚我们不要那么吵人嘛，叮咚完先等一下，等了4秒钟再叮咚一下。好，所以这样子算一次，那我重复2次，所以呢我们写程式，你看左手边这里基本功能，你怎么那么快就帮我按下课了？哎，那个是传统版的哦，我下课钟声有好几个版本哦。哎，你虽然有些同学之前有上过我的课，但是我有在进步，我有多做几个。我连后面柯南都进来了。好，你看逻辑里面啊，不是回圈里面有没有重复几次？这样知道我从哪里拿出来了吧？好，所以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玩这些东西。好，像这样子。好，我看一下你们刚刚玩的，也还有什么没有？好，这个是西敏寺刚刚的，哎，各位，那个垃圾车时间已经过了哦，哈、哦。哎，请问垃圾车有几个版本 ？For Alice 是一个版本，对不对？爱丽丝是一个版本，还有什么版本？啊？酒干汤梅无啊？迄个我无用着。好，来，各位，这个我关掉，请看简报47页。简报47页 ，For Alice， 我连全家都带进来了，你知道吗？你们没有去过全家 ，Seven 现在比较单纯嘛，进去就叮咚而已，跟门铃差不多，对不对？那、啊、你们进全家呢？跳跳跳，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你怎么知道？哎呀！所以你看，打开我偷偷看一下，我有忘记我是第几个，按一下，简报47页的哦，47页在后面，在后面，我就把这个放进来。垃圾车有一个是少女的祈祷啦，哎，啊，另外一个是 For Alice， 你有没有发现我还蛮认真写的，对不对？中间有暂停的，我有停。好，全家是在零。好，执行一下零。哎呦，你怎么那么快帮我执行的？啊，你没有说您好，欢迎光临啊。啊，你被背上，对不对？哎，好好好 ，OK。那你看，如果你想要执行一下那个柯南，因为我最近
去学校就发现有些人那个麦克那个什么萨克斯风比赛有人在吹柯南啊，有没有就可以找出来玩啊，啊只是我们这是快板的也有两个大家撑久一点，你看有没有认真就看你啦，好，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可以做一些，因为其实我们常看到你用视觉的是一种方式嘛，就是我们刚遥控器的对不对，哦，荧幕显示出来，可是声音是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常用到，哔一声哔两声哔三声是不是代表不一样的资讯，电脑也是一样啊，主机板如果 OK 的是哔一声就好，如果它测试开机不过哔哔哔哔或者哔三声你就知道你主机板有问题，对不对，用看用听的嘛，哦，所以其实声音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互动的沟通方式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去组合，啊，最后当然要看一下什么捷运啊，你们没有刷过悠悠卡吗？悠悠卡刷下去声音不一样呢，你的身份不同也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有一个音乐型的 YouTuber 叫做好和弦，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哈，听看看。声发表示是普通卡，如果是两个声发表示是学生票、敬老票，这样知道的吗？如果是高音、滑音再加两个声发，所以你下次听到就跟他讲，你几波高啊？那如果是两个高八度的声发，表示你余额不足，这个不能出战，有没有？最后如果是两个 rate， 表示你票卡异常，票卡异常也要去服务台，有没有？这样的环境，这样了解吧？好，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是不是生活里面常在用？只是大家平常现在因为都用这里。反而都忽略了这个，哎，其实很可惜啦，对不对？你好好善用一下，虽然没有荧幕，也可以有很多的资讯表达出来。啊，这个呢，就给各位自己玩玩看啦，好不好？因为我知道要你短时间要做出这些有困难，所以我有准备去哪里找音乐的，我帮你准备在这里。底下简报的第54页跟53。应该是53啦，有一个叫做人人钢琴网，上面其实就有很多那个乐谱，有简体的也有五线谱的，因为有些人学钢琴嘛，对不对，就看你，哦，所以像54页龙猫的我也有做啊，然后55页最近比较少人唱的嘛，小幸运所以你都可以去找到乐谱，那就自己试看看，好，这个就可以玩很多， OK， 好。